深夜中，两辆跑车快速驶过，短短几秒就消失在画面中，但下一秒，白色轿车严重毁损变形，安全气囊全都爆开，可见撞击力道之大，驾驶一度受困车内，消防人员到场之后花了30分钟才顺利将人救出。9号凌晨2点，陈姓男子驾驶白色86行经北宜公路15.3公里处时违规跨越双黄线，闪避不及，迎面撞上对向大货车，现场车壳碎片散落一地，陈姓男子全身擦挫伤，消防人员救出后送往新店慈济医院救治。无独有偶，上个月20号，这辆红色86不断跨越双黄线，仔细一看，后方跟着车辆时速早已破百，几秒钟之后，红色86直接撞上对向来车，造成连环车祸。一个月内，这款丰田86连续发生严重车祸。这款 Toyota 86新车价130万起，从0到100公里只需要7.6秒，都是以电影《头文字 D》中的 A186 命名，追求极速快感，车手间流传“弯得过是拓海，弯不过就填海”的玩笑话，在马路上真实上演，却是性命交关、令人惊心动魄的景象。记者于顺行、尤涛，新北报道。